用电子方式处理雇员嘅 MPF 资料，提交俾受托人，仲可以转账过数公款，咁样出错同埋迟交嘅机会就大大减少。就算唔使翻公司，都搞得掂啦。用电子工具处理 MPF， 其实只系几个简单步骤，等我介绍下啦。你可以提交 MPF 资料俾受托人，例如雇员嘅人工、公款额等等，悭时间又悭功夫。不同的受托人为大家提供各类电子工具，包括 HR 软件、网上平台、指定 Excel 表格等等。我们又可以用电子方式供款，安排转账过数，以后不用再去受托人的办事处交 check， 几方便。个别受托人还有提供人力资源管理的 software， 处理埋出粮、假期记录、税务同埋计算 MPF 供款，一站式搞掂晒。转用电子方式处理 MPF， 方便、可靠、环保又有效率，仲快啲转用。想了解多啲，可以向你嘅受托人查询或者浏览呢个网站。